就係、是、咧就未大升住嘅，啊，即係啱啲中意追落後嗰啲，咁特別咧啱啱突破想追落後嗰啲，啊，見到離低位又唔係太遠嘅，即是換言之，累積升幅唔係太多嘅，咁覺得好似未失先機嘅，咁中依類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呢只啦，中國光大綠色環保1257啦。咁點解留意一下呢？因為見到突破下降軌，一棍突破下，星期一一棍突破下降軌，穿埋前浪頂阻力，更咧呢個前浪底嘅都穿埋。換言之咧，技術走勢上咧係一個轉好跡象啊！咁轉好跡象，咁而且咧，玻璃膠通道抹緊上啦，有一個咧就向上啊單邊走嘅趨勢，咁所以咧。投資者咧就如果用技術走勢嚟講咧，咁好短期內咧係有機會先咧就回試啊呢條下降軌㗎，因為突破咗好多時就回試後抽啦。咁但係當然未必試到捉一捉，雖然未必係掂到佢嘅，但係嗰個回試嘅傾向咧，咁落翻去咧就跟住咧有機會再咧就向好㗎。咁佢比較大嘅阻力咧，而家咧固之然係呢個有個阻力喺度啦。咁先去先呢個前浪頂啊，$3到有阻力。更加大咧就係呢啲咁嘅阻力啊，比較大阻力係呢個3.4啊，最大阻力。咁咧，所以咧就都有啲水位嘅嚇啊。咁如果咧就中意落後啲嘅咧，誒呢只咧就可以留意多啲啦。等佢回吐先。咁啊，指示位係擺喺咩咧？咁一個就係20天線啦。另外咧，因為佢都係形成個小箱底喎，其實啊，呢個小箱底係兩個六係遠少少。咁啊，所以視乎你嘅。如果啊想控制風險好啲咧，就等佢回軟多啲先咧，就做一個短線嘅操作啦。咁啊，睇下合唔合適啦，呢個可以留意嘅股份啦。